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个八卦的新闻，聊一个特别刺激的新闻啊，李易峰的嫖娼事件啊。为什么要聊李易峰呢？原因很简单，这个新闻很有意思啊，这个新闻牵扯了文化，也牵扯了看待大陆的不同的方式啊，包含很多的外媒也借着这个新闻又在带风向。当然了，这个方向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这个东西啊，可以详细拿来跟大家聊聊，让大家认清楚啊，大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及对比台湾、对比香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吧。讲今天的话题之前，先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发现没有，很多的大陆的这种明星啊，这种啊流量的头部啊，顶端的这些大明星啊，经常出问题。为什么呢？相较而言，台湾的、香港的这些明星艺人头部的这些很少出这种问题。世界上很多的地方的这些明星、这些艺人啊，出这种问题的啊，这种情况也特别少，对不对？当然有些地方也出过类似的这种新闻，但是不多，总量不多。为什么大陆的艺人经常出这种问题呢？大家先想一想啊，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答案的啊。然后的话，再跟大家聊一聊海外的媒体。然后的话，竟然借着这个新闻又开始做出了啊一些大家人神共愤的事情。什么事情？那就是，你看一看大陆的顶流啊，在那个北京，在老公面前啊就没顶流，对不对？哪怕你是大明星，你照样被收拾。这里边啊，牵扯了不知道什么样的神奇的事情呢，对不对？总而言之啊，大家慢慢看啊，海外的媒体现在已经开始带这种节奏了啊，接下来会越来越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类似的新闻他们照样知道带节奏啊，但是今天我会跟大家讲清楚如何看待这个事儿。好嘞，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首先啊，咱们先引入一个网友的评论啊，引入一些网友的评论啊，对于李易峰这个事件的这个评论啊，这个网友说的很好，对不对？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啊，李易峰啊，一个大明星，作为一个明星，从长相上来说，同为男人的我，不含我哦，同为男人的我看见啊，他好帅，好帅！如此帅的一个李易峰，竟然没有对自己的粉丝下手，对不对？那么多粉丝啊，竟然不对粉丝下手，对不对？也没有在娱乐圈里边泡完这个女明星，泡那个女明星，对不对？哎呀，这个已经有了很好的艺德了，对不对？然后自己啊，只能在一些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把自己的钱包掏出来，对不对？掏出自己的那些钱，对不对？用来买春，对不对？哎呀，这不容易啊！不过呢，也有一些其他的网友做评论，说什么呢？说，哎，这个东西啊，李易峰啊，不敢对女粉丝下手，女粉丝才可怕的，对不对？总而言之啊，虽然说这是一个开玩笑的对于这个李易峰事件的这个评论啊，但是大家得知道啊，其实大家对于李易峰，尤其是大陆的网友对于李易峰这种新闻的评论，有一件事情看得特别清楚啊，就是说李易峰这种人是人不是神，是人不是神。为什么是人不是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呢。其实这就跟大陆这个娱乐圈，台湾、香港娱乐圈，海外国家的一些娱乐圈啊，整个样态它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啊，1949年之后，大陆的整个文艺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对不对？也有电影明星，也有歌星，但是的话，它跟台湾、香港，包含海外的一些国家，它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电影的明星是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对不对？就是全国的各大电影学院培养拍电影的、拍电视剧的。然后的话还有唱歌的，那就是全国的各大的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包含还有一部分什么传媒大学，对不对？这种播音的这种大学，广播类的大学也会培养一部分不同的一些艺人，对不对？然后的话，之前从1949年以来到基本上80-9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啊，大陆的这个圈子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之前跟大家聊过，就是说聊过一些关于贵族，就最近啊英国女王那些事情吧，聊过贵族。然后的话聊过一些咱们中国以前的传统，聊过清朝中期康熙年间取消了剑籍，里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大家都知道叫戏子，对不对？戏子就本身是中国历史上或者中国传统上的那个剑籍，
只要你进入到这个贱籍的序列里面，你不能科举考试啊，而且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被人看不起啊，为什么？因为你贱的，对不对啊？其实放在中国1949年之前，或者说清朝雍正啊之前，这些戏子在这个社会上不仅没有任何的权利，对不对？你没有任何的资格在这个社会往上去走。你想要啊掌握这个国家，掌握这个国家的资源，然后考取功名，不可能。你只要是戏子不行。到了康熙之后就把贱籍取消了，对不对？就把贱籍取消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戏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不受人重视，对不对啊？下九流，对不对？你在这演戏的，其实啊，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这种看不起演员、看不起戏子这个传统，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都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你是戏子，你是在表演，对不对？你都是假的，你演别人而已，你演什么像什么，那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嘛，你会模仿别人，不代表你就是那样，你演什么像什么，才说明你根本不是那个样子。所以说你是假的，你在真正的严肃的一些圈子里面，你就是被看不起的，对不对？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两个演员，一个金凯瑞，一个周星驰，对不对？金凯瑞在好莱坞受人待见吗？虽然说在喜剧这一块人家也是泰斗，对不对？在很多的国内的影迷眼里边，金凯瑞泰斗，对不对？喜剧的泰斗。可是在好莱坞，在奥斯卡，金凯瑞你不是个人物，对不对？周星驰早些年在香港的金像奖，包含后来的台湾的金马奖，周星驰早年也不受待见。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得知道，在演戏演员的这个序列里面，喜剧演员就更加的是受人看不起的。为什么呢？大家都能理解，就一件事情，因为你是逗别人取乐的，你是哄别人高兴的，对不对？你是表演你的丑态让别人发笑的。所以说在戏子在演员的序列里面，你的喜剧演员又更加的低级。其实是在这个社会的心理上，在这个社会的文化里面，这人类社会文化里面，对于这种东西他确实是看不起，他确实觉得你是下九流，确实你上不了台面，大家都能理解。可是刚才跟大家说了，中国不一样，对不对？中国大陆不一样，1949年之后，然后的话整个国内的文化氛围全变了，大家要变得更加的平等，对不对？变得更加的平等，然后的话你不能再出现什么下九流啊，被别人看不起啊，戏子啊，贱籍啊，这东西不能被别人看不起，对不对？怎么办呢？后来就把演员、电影明星啊、电视剧的明星啊，这个培养，如何培养呢？电影学院培养去，对不对？你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所以说呢，在海外，在台湾，在香港，在其他的国家，大家叫这种演员的这个圈子叫娱乐圈，可是在国内的以前一直称呼这个圈子叫文艺圈，文化艺术圈，对不对？因为你就算是当个演员，你也是一个正规大学，然后的话学习出来的。音乐学院同样也是如此，对不对？广播学院，对不对？传媒大学这样的，然后也是如此。不管你做啊什么样的一些职位，你都是有自己的培训的这一条路，你自己走出来的，对不对？包括舞蹈学院，对不对？都是培养类似的这种人才的。所以说呢，在中国以前1949年之后，然后他一直把演员，把这些从事于表演的这些人，他的地位往上去提，也就是戏子的地位往上去提，就改变了培养这些演员、这些歌手、这些明星的这个路径，从根本上让他们成为了社会里面被尊重的人。可是问题就来了，刚才讲到李易峰，对不对？然后的话，他可不是中国传统的什么音乐学院、什么舞蹈学院、什么电影学院、播音学院，然后这样培养出来的，不是。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引入了香港、台湾，也就是海外的这一套培养明星的这一套机构、这一套方法培养出来的明星。大家发现没有？像李易峰这种明星啊，就长得帅。长得帅，你说他有演技吗？这就是国内很多的同学对于小鲜肉没演技的那个恶评的来源，就是你长得是漂亮，你皮囊是好，但是的话你演技啊什么各方面你都不行，因为他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嘛，没有进入过专业的大学。但是在香港在台湾，他整个
整个娱乐圈的体系它就没有为什么这个大学专业机构啊，电影学院的音乐学院就没有配套这个，它就是为了纯素人往上去拔，进入到娱乐圈变成一个明星做的一套自己的行业的规则。可是在国内来说，在大陆来说就没有这个，所以说呢，大家看小鲜肉啊，就在大陆这个环境里面就特别的格格不入，就这种感觉。所以说呢，也就变成了像李易峰他们这些人啊，就对于在中国的这些算是啊，中国的这个圈子里面吧，不受重视的一个原因，大家都嘲讽这些人叫小鲜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不仅是如此，大家得知道啊，像香港、台湾的海外的一些人啊，把这个海外的这些圈子吧，娱乐圈啊，培养李易峰这种明星，他们是怎么样去培养？大家都知道，叫三个字，叫商业化嘛。对不对？以前中国的电影，中国的人，中国的电，尤其是电影行业吧，尤其是冯小刚啊带来的什么贺岁片，其实就走的电影的商业化的那条路。曾经中国有那么一段时间对于商业化那是拥抱的，尤其八十年代之后，九十年代之后吧，啊，对于这个东西特别的拥抱啊，认为只要商业化了，这个行业会好。李易峰这个事情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商业化其实某些地方它也不见得是对的，因为只要你商业化，你就要让这些明星尽量的往上去走。这个往上是哪儿呢？往神那个方向去走。你必须成为神，你成为了神之后，大家才会朝拜你、朝贡你。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像啊，就是李易峰这种明星背后的这些公司吧，有点港台套路的这种公司，就特别喜欢用这种皮囊好，对不对？长得帅气的小男孩、小女孩，因为你皮囊好，你第一反应就会让别人感觉喜欢，就有亲切感。但是的话，又用这些公司的包装，把它包装的不像是个人，怎么不像是个人？大家记不记得什么发烧什么40多度，然后还在什么演戏啊？这敬业精神，这就是很多的娱乐公司炒作出来的嘛。小孩儿、小朋友们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哇，他生病，他还在啊带病啊演戏，带病表演，他真的是啊好辛苦呀、啊，我更爱他了。对不对？他一定要把这些明星打造的不像人，像个神，他那个钱才好赚，商业化才最极致啊。所以说呢，然后的话，李易峰这种明星，你是把他打造成神了，对不对？他那个在微博啊上面粉丝那个量非常非常多呀，对不对？李易峰在这个小鲜肉的这一套的这些明星艺人里面呢，也是顶流，对不对？可是呢，是神了，你打造上去了。但是你不能忽略了他的人性啊，对不对？人性出了问题，新闻也就来了吧。人性一来，就得把钱包掏出来，破手数数钱，对不对？买来一些春天，对不对？买点春天，让自己开开心心，让自己又成为了那个人。你买春天、买春季这种新闻啊，这种行为啊，它就是犯法的行为嘛。对不对啊？总而言之吧，这就是代表了其实像香港、台湾的海外的这种娱乐圈的这种商业化在大陆这一边就基本上它是成不了事实，那么成不了规模，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大陆没有一个环境让它打造成神，没人去保护，就是说像李易峰这些人，因为只要你犯法了肯定抓你，对不对啊？我跟大家多讲一句啊，其实大家对于就是尤其是香港啊、台湾，尤其是香港的电影明星吧，因为香港的电影行业以前比较好嘛，跟大陆的电影行业来对比，然后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啊，就感叹香港的这些演员不容易啊，如何如何的，然后有很多的人也会说啊，香港的演员进入到大陆的这个娱乐圈子里边格格不入，就两边的表演风格不一样，大家得知道为什么啊。大家得清楚啊，其实咱们大陆跟台湾、香港其实很多东西啊，它还需要磨合。需要磨合之前，大家得认识到两边的不同之处啊。香港包含台湾的这些演员，他的那个成长途径是不一样的。刚之前跟大家说了，从清朝啊，咱们中国吧，中国文化上面，戏子是一直存在的一个阶层，对不对？表演唱戏的嘛，戏班子嘛，对不对？然后的话，到了1949年之后吧，也不叫1949年吧，到了民国时期，然后中国的电影行业开始起来，从什么伪满洲，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有啊自己的电影行业，到上海也有自己的电影行业，后来这个电影行业
大家知道中国电影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吗？是《定军山》还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啊，是拍了唱戏的一段戏啊，拍了一段戏，这就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第一部电影的内容就是戏剧，是京剧，对不对？大家从这一点上就知道了，就是中国演员刚开始，尤其是刚开始，中国的很多的电影演员其实受这个戏剧表演的这种形式啊，这影响特别大，因为在舞台上表演，尤其是在中国以前的文化范围之内，在舞台上表演，戏剧是老祖宗，因为以前没有电影啊，对不对？它总得有个传承，你演戏表演总得有个传承啊，所以说呢，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跟戏剧也有相关，中国的第一批第一代那些演员跟戏剧也有相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1949年以来，上海的电影行业里面的从业人员有一部分人选择留在了国内，也有另外一部分人选择去了香港，也有一部分人选择去了台湾。这就养成了现在中国人的这个娱乐圈儿、娱乐范围、电影行业的这个范围，对不对？台湾、香港、大陆三块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不过呢，像香港、像台湾，然后的话，继续延续了以前啊，就是从戏剧到电影行业，然后的话，然后再到演员这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香港，大家发现香港演员特别喜欢亮相，特别喜欢亮相，就是他会对着镜头耍帅，就是好像啊，告诉镜头外的你，我是一个特别会表演的。就香港演员特别是这样的。国内的演员经受过什么电影学院的这种体系的培养，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的表演的是啊，一个演员的修养是吧？然后的话，总而言之是培养自己内心，要像一个演员，要琢磨透这个角色，要更把表演的痕迹藏在里面，这样的一套培训的机构培训出来的演员。所以说呢，大家看起来像香港的明星啊、台湾的明星啊，进入到大陆的时候，有的时候两边的明星如果掺在一起的话，格格不入，这个感觉从何而来？从成长的环境不一样，这样而来。跟大家多讲一部这个，接下来再继续讲，对不对？有很多海外的媒体带风向嘛，海外的媒体啊，现在开始说了，然后呢，哎呀，这个什么，在这个老公的面前，对不对？你没有顶流，没有顶流。其实这个话也是有来源的，因为最近的《北京日报》上面说了嘛，在法律面前没有顶流，可是海外的媒体、海外的自媒体，大家慢慢去看，慢慢的就会往在什么共产党面前没有顶流这个方向去带。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说啊，这个像李易峰这种明星培养出来，然后的话，你这个商业公司或者说他背后的经纪公司会把他往神方面去培养，但是你哪怕培养出来他像个神，他也不是神，他就是个人。只要他把这个钱包拿出来想要购买春天的时候，他就是回到了自己的人性啊。你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反差，这种明星啊很难能够撑得住，正常人很难撑得住，因为他不可能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表现得像是一个神，每时每刻他都不是个人，不可能的。所以说就讲回来，刚才讲了，就是说啊，在法律面前，然后的话这个啊没有顶流这一句话，然后放到海外媒体的面前就变成了在老共的面前没有顶流等等等等这种情况。首先啊大家得知道一个问题啊，大陆这一边他是怎么讲，他是给一般人机会的，就是一般人想要成功是可以的。之前跟大家讲过，尤其是娱乐圈，包含李易峰出身也很一般，对不对？包含之前的导演也算是一个喜剧的一个明星贾玲，对不对？他那一部《你好，李焕英》几十亿人民币的票房，他也是从一个一般人，从湖北的一个小地方，然后长出来的那么一个人，然后的话在北京混那么多年，然后拍了一部电影，算是啊把自己的感情掏了出来，就拿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票房。他也是一个一般人进入到了一个中国的顶层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社会，你从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里的人，你能够正常的从底层，然后有上升通道进入到顶层，这个社会才更加的健康，这个社会才更加的有活力。其实咱们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啊，就是说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其实这个
这个健康程度还是不错的。但是讲回来，其实像台湾、香港，尤其像美国，美国的这个好莱坞也有很多的一般人进入到这个圈子就成为了顶流。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说啊，不管是台湾、香港，还是美国的好莱坞，还是国内的这个娱乐圈子的这个不同之处啊，就很神奇。放在美国，你进入到了顶流，你成为一个娱乐行业的顶流明星的话，你就很容易成为那个神。台湾、香港也是如此，对不对？什么叫四大天王，对不对？你就很容易成为那个神，然后的话，永远在这个位置上下不来。这个下不来，其实对于很多的商业公司来说是好的，因为他打造一个神很难，他要靠着这些神持续的赚钱，持续的利益最大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国内的很多的娱乐公司啊，他培养的明星啊，那些小艺人年龄刚开始都特别的小，十几岁就开始培养，对不对？然后到了十几二十的时候就推出来，让他走向台前，能红就红，能火就火，对不对？火不了就下去回家吃自己，对不对？然后火了之后呢，就尽量把你打造成一个神，然后的话，你只要成神的时间越长，他赚的时间越长。然后的话，台湾、香港、美国都是如此。可是咱们这边刚才说了，咱们这边啊也给一般人一个上升的通道，可是呢，咱们这上面成的神很容易下来，像台湾、香港、像好莱坞很难下来。首先刚才跟大家说了，区别最大的是背后那个公司愿不愿意让这些明星下来。如果说啊，这些明星很轻易的因为一些事件、新闻事件就下来了，他这个钱还赚不赚？就不赚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啊，大家发现里面有点问题了没有？虽然说很多的海外媒体、海外的自媒体会经常阴阳怪气嘛，哎，在共产党的面前没有顶流，看的好像啊，大家都是普通人，哪怕你成为了顶流，你也得被收拾，好像在带这种方向。但是大家得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面，刚才讲到了这些明星、这些神一样的明星背后的公司，他可能会参与操作很多的事情，他可能会压下了新闻，他可能会跟一些政治人物关系交好，把某些案件压下来，对不对啊？然后这样才能维护他自己手头上那个商品，也就是那些明星、那些神的那些形象，可以让他们一直靠着这个神的形象一直赚钱。可是在国内来说，虽然说一般人的这个上升通道也有，但是的话，在法律面前真的是人人平等啊，对不对？你哪怕是明星，哪怕是顶流，你犯了法就要被抓，对不对？你其他的一些公司，你过来什么什么想要搞点关系啊，想要把这个事件按下去啊，很难的，非常非常难。其实这也就是国内的一个玩法。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得知道啊，就是在国内，大家可以观察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啊。一般人往上去走，成为这个社会里面的顶流，有没有可能？有，而且成功的人还很多，对不对？刚才我在娱乐圈就随便讲几位吧，比如说贾玲、沈腾这种人，出身都是很一般的，对不对？到最后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当然运气也比较好，成为了社会的顶流，对不对？然后呢，各行各业大家都会发现，但是这个你的成功，首先一个前提要合法，对不对？然后你成功之后，你也得合法。如果你不合法的话，你就下来。你下来，它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很简单，你这个位子下来了，其他的新人就上去了，对不对？这个通道是一直通的，它不是打造一个阶层，一个固定的阶层，让大家永远只要进入到这个阶层，你永远就是这里面的人。不是的，咱们这边这个玩法，大陆这边的玩法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法律是那条线，如果你能够永远的维持在这条线之上，你不犯法，你就继续当你的顶流。但是的话，你犯法了，你就下了，下来之后，其他的人就有位子上。可是呢，在香港、在台湾，然后你成为了顶流之后，背后的公司、背后运作的这些人都会希望持续的把这个神，自己造出来的这个神永远维持在那儿，因为要永远赚钱，再找出一个新人，再打造一个神，难度非常大。
这就是不同之处了。你从李易峰这一个新闻，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咱们大陆跟台湾、香港、跟美国等等等等不同之处，孰好孰坏，孰优孰劣。我相信啊，听我讲完今天这一期，各位啊，心里边就有所公断了，呵呵，对不对？好吧，今天这一期啊，就聊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